二月十六日，著名排舞老师黄国荣与模特女友洪华今日结婚，晚上于君悦酒店大办宴席，不少圈中好友道贺，包括谭咏麟、李克勤夫妇、刘德华、陈慧琳、郭富城、陈百祥等。来，坐你那边。担任证婚人的郭富城可谓是黄国荣还未入行便已结识的死党，他表示看着好兄弟得娶家人为伴，心中十分欣慰和感动。的弟弟一样，今天能够他终于的成熟了，结婚了，在台上面做一个证婚人的时候，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他望着我，我非常感动。